这个潮州歌唱的非常棒啊！那除此之外呢，福建歌当然的话有个也唱的非常棒，而且是呢，这个来自邻国的马来西亚的朋友，华声啊，我每次要讲错了，哎，华声唱片公司，华声唱片公司旗下的艺人啊，对，所以今天晚上他也要为大家带来一些好听的歌曲，我们先把它欢迎上来，哎，把他请上来，来掌声鼓励我们的王慧敏。 大家看到你都安尼吼，食真多吼，食真饱，会吗？会吗？真的吗？食真饱吼。会吗？啊，你是讲是肥料啦？对啦，啊，这样讲完伤心的。无，哎，福气，福气，福气，对。我跟你讲，过年爱搞两款就这种查某囡仔上好的，对不对？对啊，福气。哈，刚才还讲什么？什么查某囡仔？哎，查某囡仔。看到安尼看到查，啊，你比我水嘛，对不？哎，等我囡仔，等我哥哥囡仔，然后是查某囡仔，对啊。 你看我，你看我，英文是查某囡仔，好嘞，不要这样，查某囡仔，歹势，伊是查某囡仔，你后壁有加一字的，加什么？你是查某囡仔人，哈哈哈哈哈哈，有什么分别？有分别，分别很大啦，年龄就是分别啦。来，大家门口一个，哎，在场所有朋友，大家晚上好，那慧敏呢，也祝在场的朋友呢，新的一年你呢，做什么都顺顺利利，出入平安。 然后身体健康哦哟，今天我们有点狂大冷心呐，囡仔声你有看到吧？你好，我是慧敏，这边哦，你其实我也是可以很，我都跟你讲了，男孩子是喜欢男孩子比较嗲的那一种嘛，所以我这种呢就没有什么男孩子喜欢。别，你等一下，你等一下嘛。我不可以。哎呦，你都已经在嗲了，我不可以。哎呦，男人就怕女人讲到这句话，我不可以。男人就觉得我可以。 你听说你是潮州人嘛？对对对，我想问这里有没有？我潮州人吧？有吧？我怕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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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怕笑这个。我以前每次泡泡泡泡泡，不是是要学会了。我拜啊，潮州的真好啊！你讲啊，潮州我分唱了真好。我唱，会晓唱了喂。你要来，来来唱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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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Yeah.
掌声，哎，谢谢。